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年成长日记。那今天我要跟我的妹妹睡觉，她的玩偶，你看她的娃娃，她的娃娃全部在里面给她睡觉。她的娃娃，你看这只啊，这只玩具娃娃，她喜欢把那些娃娃放去这里给她睡觉。你看看先，爸爸，她刚跟我讲她要睡觉嘛，我不懂她是不是想要睡觉了。我要睡觉的话，我就抱我想睡觉。从你要睡觉嘛？你真的要睡觉嘛？有。哦，骗啦！你真的要回嘛？从你真的要回嘛？从你真的要回嘛？妈，妈妈。从你真的要回呀？要回嘛？你要睡觉之前，我帮你拿被被出来先 ，OK？OK、okay? okay、啊。丢过去，丢过去。OK， 等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再拍给大家看啦。终于上这个摇篮了，我要摇他睡觉。还要先喝奶奶嘛，那样，所以我稍微摇慢一点，他就不会先睡觉。从头要喝奶先啊，不可以先睡啊。记得要喝牛奶先啊，不可以先睡啊。我要摇他，要给他喝奶先。他的妈妈现在是煮奶给他，等他的妈妈煮奶给他了，我们就在这里陪他啊。什么？吃睡觉一定要有的，啊！等他妈妈泡好，我再拍给大家看啦。我现在先摇他先 ，OK？ 好，我们等下见。OK， 我等他妈妈泡牛奶，我泡完酒之后，我打算不要拍他喝牛奶呀，那我就拍他摇啦。现在不是我摇啦，耶！他的枕头哪里去？不懂啊。好啦，今天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同跟他们讲拜拜，奶奶，快奶，嘴巴眼睛关。